八路老爷，饶命啊，饶命啊，八路老爷，我改还不成吗？饶了我吧。石柱子，把他先关起来，等候处理。去。师父，师父。出事了！好了，武工队和村上的人把维持会给反了，我二少爷还有康顺风都让他们给绑了。啥？绑了？嘉宾让他们给绑了？啊！爹，爹，你可得想想办法呀，爹呀！行行行，你哭有甚用啊？啊！真是的。我还听说了，他们说还要开那个啥斗争大会。哎呀，你哭个啥嘛！我就不信他们能把嘉宾给煮了吃了，他又不是唐僧。你看那身剑谱啊，都让亮面给熏黑了。你说八路要他有啥用？爹，不为咱嘉宾着想，也要为咱康家的体面着想嘛。把嘉宾弄那堆大台子上去批斗，这个啥尸体吗？这下可抬不起头来了，让老大家的笑话。哎呀呀呀呀！来，趁热先把姜汤喝了，发发汗就好了啊。哎，你现在就是给我人参汤喝也没用。这八路一来，穷骨头们就有撑腰的了。往后这日子更不好熬了，谁敢跟咱过不去啊？咱明年就不给他地种。你这样，今天晚上你挨家挨户的去跑一趟，找那些种咱地的人，说今年的珠子还是按照减租减息那会儿的分量收，你就说嘉碧在维持会上说的那些话不算数。他是晕了头了，你才晕了头嘞！你个老糊涂虫，我都算了100遍了，那一年下来，那少收100担谷子，换成大洋，就能炫两口青砖窑呢。那也得有命去住，没了命啥都不灵。现在是国共合作，咱家玉在严长官那儿，大小是个官，咱就是抗日家属，他八路不敢轻易动咱。可是八路讲理，那穷骨头不讲理呀！你听我的，就这么说。我不去。哎呀，你先这么说。那块云上有雨点儿，哼，还不一定呢。我们一定要服从抗日政府的决定。你胆子不小，敢抓我！你们是轻生容易，受生难。你们去把康熙师。哎呀，我没有看出来啊！认识你那么长时间，你张友义是个捣蛋鬼。怕是被胜利冲昏头脑了吧？嗯。哎，李永红咋还没来呢？早来了，窑里睡觉去。哎，谁又说我睡觉了？我早就睡醒了，都等了半天了。快点开会吧。哎，好，咱们听永红的，赶紧开会啊。殷老师。这眼下最要紧的是有枪，别的都是小事。一人一杆枪背着，那咱这队伍拉出去，多生气。再说，这磨枪咋保护老百姓？哎，就是嘛，这磨枪咋打仗呀？一人先发上一支嘛。哎，再发上挺机关枪，那打起来才带劲儿嘛，是吗？哎，再发上筒筒炮。
咱不用放哨了，直接打个擦枪去。你们看我有啥用？我又不会造枪，我的枪都是从敌人那夺的。你现在靠上级发枪也不够啊。咱们全边区有10多万个民兵，如果每个人发一支，你现在就是用木头做，他也来不及啊。再说了，咱们民兵和正规队伍它不一样，咱们的主要任务不是攻城夺阵，而是保护群众，挤走敌人。好了，咱们也别难为李队长了，武器还是从敌人手里夺。这前一阵子我们不是剩也没有吗？这几天也闹了几只，只要是有仗打，我们就不怕没枪。对，那陕北红军闹革命，就2支破枪，3颗子弹，还有1颗子弹是臭子儿的。你看看人现在闹的那阵势多大啊。这样吧，石叔子，咱把现有的武器啊都统一分配一下。我们现在有7支步枪，5颗手榴弹，还有1支短枪。我爹给我留了1支火枪。哎，这样，咱们大家回去啊，看看谁家里还有武器，咱都给兄弟拿出来。哦，我在那个战场上捡下来一批子弹。我也有支3.8步枪。啊？哪儿弄的了？现在还在日光惹手里，得哪天我高兴了，就让他给送来。お前はバカだな。まったく。こんなことよくやったな。たくん、こんなありますか。僕は誠心誠意で敵に頑張ろう。行け、出て行け。东家。咋样？
这汉江山跑出来的日本人，都叫武工队打死了。哦，你看来多少人了？石头哥。哎，来小姐，来小姐，来了，来了，这样，这是咱们村啊，过去就有民兵，雷石柱、康明礼、啊、孟二愣，他们都是暗民兵，做了很多工作，很辛苦的，过去是秘密的。啊！但是从今天开始啊，咱们就公开的干了。好，好，好！雷石柱就是咱们村的民兵队长。好，好，好！小伙子们，这是好事啊！我要是年轻十岁，非报名参加不可。不是跟你们吹，我年轻时候也练过几招。那个时候要是跟鬼子干，那一个能干他仨。哎，爹，您的两招咱们交给我了。不信，不信，咱现在就比试比试。比试比试，比试比试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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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忠老太身子板还行啊！你没事吧？老吴先生，哎，我把桂桂给叫来了，参加民兵协报。好啊，桂桂，报名去。哎，老吴先生啊，我要报名。信得过你们呢，你们给乡亲们办事情啊。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无论你们说什么话，办什么事情，都是正确的。我把桂桂就交给你们了。你这话可说大了，我承受不起啊！人哪有十全十美的呀？啊！其实啊，抗日政府啊，就是给大家干实事的。你看这个城里民兵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石柱子，嗯，你跟大家说说。哎哎，咱们康家寨呀反了维持会，今天成立了民兵，大家又报了名，这都是好事。关于民兵的事，我也没经验，这以后还得大伙拿主意。晚饭以后，咱们骨干力量见个面，说说以后的事。好，没事了，大家散了。哎，老先生，我先回去。好，您回去。回来了啊！好了啊，行了，拜托啊！嫂子，嫂子，啥事儿啊？你开开门呗，急事儿嘞。咋了？贾碧阳他们给抓起了，还不是你那个舅武德民，这个人太没良心，枉费你救他一场，现在反过来咬贾碧一口，说他是汉奸嘞。明天还要弄到那大台子上去批斗，爹娘也不管。哎呀，俺在这村里可丢不起这个人呢。嫂子，要不你去找你舅说说。他现在可是队长嘞，兴许他能救佳碧。佳碧真要在外面做了什么坏事，我又不能跟人说假话呀。哎，俺可告诉你，这可不是俺自个儿的事儿，关系着咱康家的体面嘞，你看着办吧。可活不了嘞！干什么？活不了嘞！干什么？你们有本事就找日本人撒进去吗？你干什么？家碧干什么了啊？咋了这是？说什么？咋了？闹事了你？闹事了？
这有啥狗命？他这个动手，还有啥狗命？他要把康家斌那个货给带走，我不让，他就撒泼打滚，杀了人了。你们这样跟你们还要没有良心吗？你们这帮人，我家都是为你们好，家里在没事会做事情，不也是为你们吗？我告诉你，哪点对不起你们了？他跟着日本人干就是不对，对吧？咋不对吗？李永红，那不对。那你日本人来了，你咋不让出来？你咋不出来？我在家里不跟日本人做事，那日本人就不来来？你们都看见了吗？都看见了吗？张彬彬打人了呀，这活不了了吧？小三吧，小三吧，不许在这胡闹！呀，我胡闹了，你跟咱说清楚，我咋胡闹了？你跟他清楚。哎，康全子，你跟他们说，你清楚的，你跟他们说。婶儿，婶儿，听我说嘛。你说嘛。你干啥嘞？呀，他舅啊，他舅，咱们好歹也算是亲戚啊。他们是认准了要和俺康家作对吗？你顶个你给俺说句公道话呀！他们刚才打我来的呢。你有甚委屈？啊，全村大会上，你可以当着乡亲的面，你把他说清楚。你在这儿你干甚呢？啊？我告诉你们，啊，俺也不活了。你们是要是敢动加密一根汗毛，我就撞死在谁家，我就把这大院子给烧了。你胡说八道上了，丢人现眼的，回去，回去。他舅啊，傻婆一不懂事，没规矩，让你见笑了。到屋里说吧。哎，行。我家那老二呀，不成器，抽大烟抽的浑身没有四两劲儿。他能做甚坏事啊？在维持会里，也就是混口饭吃。我那婆姨呀，就能瞎咋呼，一会儿风一会儿雨的。没上主意，让他磨得呀，也是没有办法。你们说咋办就咋办吧，我都认。康家碧在维持会里干了那么多坏事，你说就这么一笔勾销了，乡亲们不答应，村里要召开斗争大会，你要支持。一定，一定，不行，嘴上说的好听，脚底下使绊呢。不会，不会。哎，下边点，下边点。这儿。啊啊！哎呀，村里这帮穷鬼好对付，倒是那个武德民不好办呢，他软硬不吃啊。不过听他话里的意思，倒把老二砸不了，八成教育教育就放回来了。我还以为你面子大呢，那让他们马上放人嘞。哎，人家给咱面子，咱也得给人家面子不是？要不是上次老大媳妇救过他，人家跟你论个这？哎呀，要说还是我深谋远虑。你就踏踏实实的，在家等着老二回家吧。哎，你说他们会不会打他呀？我想倒不至于吧。哎，顶多关几天。东家，洗脚水好了。哦。哎，有夫，今天咋回来的这晚呀？村上让我帮着收拾下戏台子，就回来晚了。他们批斗二少，你还跟着忙活。你可真是个好奴才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以后他们叫你啊，你就跟着去，应该的啊。去吧去吧。
是蒙事儿了。哎呀，舅，舅，这么晚了，你在这做甚？我遇到难事儿了。也没啥，那嘉碧不是让武工队给绑走了吗？他媳妇儿让我过来跟您说说情来。现在是团结抗战，政府教育康嘉碧，目的啊，是让他早日悔过，重新做人。乡亲们，今天是个好日子。咱们打了鬼子，反掉了维持会，政权又回到了咱乡亲们自己手里来了。咱们要选一个村委会主席，带领着大家伙一边闹生产一边抗日，把这个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，把日本鬼子给他接出去。我看就选石柱了吧。雷石柱当主席，大家同意吗？大家相信我，我就干。日本人杀了我们的人，烧了我们的房子，抢走了粮食牲口，是八路军武工队带着咱们打了鬼子反了维持。我希望大家牢牢记住今天这个日子。现在把康顺丰、康嘉碧、康肉肉带上来。打倒汉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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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都讲出来，咱们跟他们算总账。不要怕，有抗日政府给大家做主。哎呀，我对不起大家呀，乡亲们，你们出发我吧。我不该替日本鬼子办事，我是一时糊涂，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，乡亲们。哎，康顺丰，你真是缺大的了你，啊？你好好交代吧，你好好交代。交代那是日本人拿枪逼着我干的呀，我也不想干的。乡亲们，我康顺丰也就是贪个小便宜，小奸小坏呀，伤天害理的事儿我没做过呀，饶了我吧，乡亲们。康顺丰还在这装疯卖傻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乡亲们，去了。我只干了三个月的维持会，打了三个人，吃了10块0.2毛钱。今天就打死我，我也不拘。10块钱我退，我退。大柱大爷，大婶儿、大嫂、大哥，求你放了我，我以后一定改，一定改。主席，那康明礼在维持会里做书记，那也是汉奸吗？他干啥坐在那儿啊？啊，干啥呀？是啊，他也是汉奸，哎，叫他站出来！你放屁！康明礼是咱自己人了。关于明礼的事，大家还不知道，在维持会当书记是我们安排的。这次要不是明礼和民兵通气，咱们还打不了这么漂亮的胜仗呢。明礼是咱们康家寨的功臣。康明礼啊，你这会儿可不能装糊涂啊！有些事是咱们一起干的，我也干过好事啊，你得听我说话呀，明礼啊。
康顺峰，你自己做了事，你心里最清楚。康顺峰，你这坏手别耍无赖，你还有脸说你干过好事了？你逼着村里人给敌人修工事，还让杨狗咬人，这都是你康顺峰为这敌人害的。康顺峰这个卖国贼，光天化日之下，领着汉奸来抢我家梅英，要不是八路军武工队，我和梅英早就没命了。康顺峰，你这个害人的东西，你日本鬼子来抢婆姨，一点忠不忠的心都没有。你娘你姐姐咋不给鬼子送钱？康顺峰，我爹娘都是你给害死的，我饶不了你。康家碧，你也不是个好东西，干维持会你就是汉奸，抢了乡亲们多少东西，打了多少人？康家碧，仗着日本鬼子来抢东西，动手打人，还喊着要杀我全家，这是个大混蛋。乡亲们，咱不用跟他说那些废话，让他自己说。康顺峰，你自己说，你贪污了多少东西？大家静一静，静一静，哎，静静静静，咱们叫康顺峰自己交代。哎，说清楚，说，我上汉家山赎人的事啊，我和乡亲们多要了钱，我给了日本人，还有我表弟王怀大。我没有，康顺峰，我没有。哎，像你这样不坦白交代的汉奸，还留着你干甚？枪崩了你算了。石柱子，石柱子，群众不起来斗争，咱们要发动；群众发动起来呢，咱们要注意掌握政策，不能感情用事。这道理我都懂。可是康顺峰这些人，我怎么想也应该整治他们。看来在这件事上，咱们俩的意见不一样。这样吧，今天晚上开个会，听听大家的意见。好吧。我的看法和石柱子都已经说过了。咱们共产党八路军贯彻执行的是抗日统一战线政策。抗日政府呢，对那些悔过自新的人，实行的是宽大处理。康顺峰这些人干了很多坏事，今天我们对他们进行宽大，就是再给他们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。明人不说暗话，宽大这个事，我不赞同。康顺峰这些人干了多少坏事，不用我说，这大家都知道。要钱要粮，逼财害命，这村里的人谁没挨过？打的人就别说了，打一顿疼一阵，小事情。咱们还是算一下，村里死了多少人吧。哎呀，别算了，那过去是害一命偿一命，这阵子他害死多少人了？那早就该判死罪了。对吗？这枪崩了多痛快了。这康顺峰、康家碧这两个货，那就是从里到外都流着脓水的坏人，是吧？这狼改不了吃人，狗改不了吃屎，留着他们是祸害。哎，我看啊，咱执行的是宽大政策，还是不杀的好。再看看他们的表现吧。明义，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咋听不明白了？大家有啥意见？说出来就好。其实啊，
我也想一枪把他们崩了，但是党的政策不允许啊。康家碧和这个康顺峰这两个人问题比较大，把他们送到区上继续坦白交代，接受监督改造。如果他们还没有悔改的意思，那个时候再交给大家来处置。至于说这个康肉肉和那些维持会的狗腿子啊，既然他们向大家认罪了，决心悔过，那我们干甚不给他一个机会呢？对呀、啊，吴老先生啊，真是行得好，开了扇门啊，救人一命，万众如山，不愧有宰相的肚才呀。古人说，树木不修不成材，逆子不教不成器。是得让抗日政府的王法好好管管这部分人。石柱子，你还有啥意见？我执行抗日政府的政策，但是我也保留自己的意见。你说吧。下面我们干胜，咱们要成立一个清算小组，把康顺峰那伙人贪污的东西要一宗一宗的给他算清楚，该还给哪家咱就还给哪家。这项工作要抓紧进行。康洪宝还去年借谷子15斗。15斗，哎，说，哎，我来，我来。多少斗？叔，这是多少？张忠老汉还去年借谷子12斗。啊，东家，东家，咋了呀？以后啊，咱都收平斗。东家，这张忠老汉去年借的时候，这就是冒尖的斗子。哎，咋就平斗了？你们懂个甚呀？现在国难当头，大家过日子都不容易，咱连这点人情都不讲？哎，来来来来来来。哎呀，来来，带些回去吃顿饱饭啊！康财主，你真的急了得了。现在年景不好，大家都得帮衬着过嘛。啊，你善有善报嘛。啥善报不善报的，只要你们有良心就行啊。日子过不下去，不过，啊，你看见了吧？这今年收的还不如去年的一半，减租减息也还不够，你还平头，你是疯了，疯了！哎呀，你心疼，我就不心疼。哎呦，你心疼你还咋的呢？哎呀，人家攥着枪杆子嘞。这家币还没放回来，咱不得表现表现？说不定哪天让人家找个查查，把你收了的全得抢走。他们敢？那跟他们玩命去！玩命玩命，你能玩得过人家呀？那些人穷的就剩下一条命了，还怕跟你玩啊？跟这帮穷鬼斗，得动脑子，把欠下的都记下，一个都少不了。老东西，你有主意了？
狗铺啊，村里成立民兵，你想不想参加？我不想。为啥？东家，家里还有好多活等着我干呢。哈哈，参加民兵，保护村子，保护乡亲，是好事儿。啊，家里的活儿，我和你大婶能干就自己干了，公事为先嘛。你去报名去吧。去吧。哎。有福，干事了。我也想参加民兵，那刚才咋不进去了？我怕石柱子他不要我，这许多人，我不丢死个人？哎呀，只要你是真心抗日，石柱子会要你，我去跟他说去。那我可等你信儿，我先回去。康有富的情况，我了解一点。他不就是康熙学校的长工吗？他爹死得早，是个挖窑的。这太窑塌了，压死在里边，欠了康财主家五十吊的钱。康财主把他娘卖到了人贩子那。那时候，康有富十四五吧。康财主看他能干活，就把他留在家里放羊。后来就当了长工，只吃饭不赚钱嘞。看来也是个苦孩子。石柱子，你是咋想的？再咋说也是一个村长大的，只是这几年没事联系。我认为可以让他当民兵。只是要看看他以后的表现。行哎，有福，有福，哎，咋了？东家，家里有事儿了？哦，民兵的事儿咋样了？这康命里，他帮我说去了。哎呀，你咋不自己去找石柱子来？这抗日救国的事儿。还能让别人帮着说呀？快些去吧！啊！哦哦，记住啊，千万不要提我，就说是你有负自己的主意。哎呀，现在在村里当民兵，多神气啊！啊，快些去吧。村长，您住。石柱哥，石柱哥，哎，有福。石柱哥，我也想当民兵，不知道你们收不收我呀？有福，是你自己想要当民兵的吗？我想当啊，就怕你们这儿不收，所以我刚才就回去了。可想了想，我这不还是来了吗？有福，你想当民兵是件好事，大家拧成一股绳，给敌人一点颜色看看。这么说，你们收下我了？以后民兵开会有活动，通知你。至于说收不收你，这要看你个人的表现呢。哎，我知道了。
唐家寨，就给我多的。大哥，一头口啊，哈希罗尼斯卡马的，看清啥了的？唐家寨哇，哪里么？情报ないです。俺は唐家寨を取り戻すぞ。もう一度情報も、次回もやり直す。情報がないと困るぞ。大君、安心ください。すぐに唐家寨の情報を調べます。また、信頼できる人を探します。あと何か必要か。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よし、これから毎月ここで経費を取りに来い。はい、丁总。别动，胡了。六九万，给钱吧。王一才，钱，再容我一回。你都欠了多少钱了你啊？你还容你？再容一回呀、啊？你有钱玩，你没钱你走人。哎，再打一圈，好吧？那咱得说道说道。还打一圈？那这也行。他有个条件，什么条件？再说了，拿你闺女抵债，现在咱们写字据，那俩也不行，不，哎，不行，做甚呢？啊，王排长，在这做甚呢？打牌。明天到我家去一趟，嗯，是不是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王翻译官，我来了。啊、哦，站着做甚呢？坐坐坐。不不不不，我还有事呢，就站着说吧。你老看着我做甚啊？我又不是坏人，我不四通八路，我在汉家山可是良民。是。你是不四通八路啊，可是你又抽又赌啊，欠了一屁股债吧？啊，哎呀，这个欠债的滋味不好受啊，要是还不上的话，这麻烦也很大啊。我不是不还，我有钱一准还。哎，我倒是有一个能让他挣到钱的机会，你敢不敢？敢敢，让俺干甚事？去趟康家寨，我不去。哎，你不是有个姑娘嫁到了康家寨了吗？你可别提她了，一提她都是气。她跟她男人啊，看不上她。哎呀，这个没良心！跟自个儿的闺女生甚气呀？啊！哎，你听，这是甚呀？这是五块大洋，你先拿去花，事成之后，我再给你五块大洋。你叫我做甚啊？送封信，把这封信交给康家寨的土财主康熙勋，记住了，要当面送给他本人。我知道了。别人要问起来的话，你就说去康家寨见闺女，明白吗？啊、哦，你放心。哎呀，我不认得你说的圣王翻译官，你把他拿回去吧。我就知道把这封信啊送到这儿，别的我就不清楚了。如果你不愿意赏我两个跑腿钱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你再不走，我就把你送到民兵那儿去。
康老财，你别吓唬我。实话跟你们说，你们村的民兵队长雷石柱啊，那是我女婿。装什么糊涂？你们那点事儿啊，我都清楚。那上面写了些什么呀？干啥？这个委任状可不能烧，得留着。委任状？谁给你的委任状？王翻译官信上说，这是日本人给我的委任状，就是日本人见了他。也得向俄点头行礼嘞。回来了，石柱。啊。柱子，这是咱爹给买的。了，连个谢字不会说了，不买不卖的，我怕这钱来路不正。你狗眼看人低，我就不轻有钱了。我没听说过，抽大烟的人能有钱。你们爷俩就不能好好的说话？俺爹好不容易来一次看咱，就少说几句。你看不上我，我还看不上你了。要不是心疼闺女，我才不到你这个穷山窝窝来呢。走吧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婿。爹，你咋说走就走呢？吃点饭再走吧。不吃了，吃了饭他话更多。饭吧。爹他找你干甚？就是来看看我。就是来看看你。那你说还有剩？要不你赶紧查看查看，屋里少了剩。康大财主啊，你真是雷厉风行啊！这么快就跑到我这儿来了。王翻译官这么看重我，我哪敢怠慢呀！你可真能装啊！你在我面前装甚呢？谁不知道你在康家寨是数一数二的啊？坐吧。哎呀，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现在不行了。世态炎凉啊！民兵见了我，那眼睛夹都不夹呀。哎，这回村里开斗争大会，差点连鹅也斗了。哎呀，真可怜哈！要我说，斗你也不冤。
你多精明啊！受苦的是俄表哥康顺风，还有你那个倒霉的儿子康家碧呀。你就别再喊冤了啊！那是，那是啊。哎，我说，这个太君对你不错呀，啊，他给你委任了一个差事，情报站站长，你还拿钱，少搞笑吧？哦，我明白，我明白。哎呀，我在皇军那儿可是说了你不少好话呀，你就踏踏实实的干啊。那帮穷骨头呢，也长不了了。将来皇军打过来，功劳有你一份儿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那你可别热烘啊。哎呀，王翻译官，咱也不是那3岁的小娃娃，我知道该咋干。我已经让我家的长工参加了民兵，他们的一举一动啊，都掌握在咱的手里。好。我要的就是这个，我是没看走眼啊，康家寨有高人呀、啊！康大财主啊，你听听这是谁呀、啊？哎，你再看看，这是看上来？别装了，数数数数。啊，哎，不用数，不用数。我心里有数，这可是日本人给你的啊，算是情报费。哦，哎呀，这剩事也没干，咋就拿钱来？日本人的钱不拿白不拿呀！啊，以后处处留心啊，有什么情报及时送过来。哎呀，现在村里民兵管得严，行动不大方便呀。哼。你别盼这帮穷骨头，将来早晚有一天，我还要维持，康家寨，肯定是你的。我明白，我明白，你就放心吧，到时候有人跟你联系啊。好，好，好，哎，那个就走了。哎呀，这个老狐狸。你还是嫩了点儿，嗯。我今天来的都是咱们民兵的骨干，所以平时的时候呢，就要比其他的民兵，还有老百姓，要多出一份力，多操一份心。咱们康家寨的名声现在算是出去了，打了鬼子，反了维持。不用我说，大家都应该知道，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防止敌人的反扑。所以我认为，民兵还要继续的轮流站岗放哨，大家要善好意见，说说。我看啊，放不放哨倒不碍事儿，反正敌人来了咱就打，敌人不来咱就干别的嘛。是吧？胡说了！你不放哨，你咋知道那敌人来不来了？是是。那一天起来净站岗放哨了，剩也别干了。就是嘛。要我看啊，这鬼子是让咱们给打怕了，白天是肯定不会敢出来了，是不是？对。白天肯定不敢出来了。胡编球不剩了，你能算计过小鬼子？肯定敢出来。怎么会？好了，都别吵吵了，这么吵吵下去。也没个剩结果，就这么定了。民兵白天晚上轮流站岗放哨，放哨可以顶功。谁还有意见？我看大家不要大意，小鬼子可是狡猾得很呢。上！上！关于拼刺刀的动作要领，我已经讲过多遍了，下面大家都试一试。石头子，来吧。刘石头，哎，到，出列。
归队。李永红。哎。行，太勇，你的对面是敌人，还没等你拿刺刀呢，敌人已经把你消灭掉了。手下要讲究气势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再来一次。我再来一次。哎，永恒，永恒，哎，你让个吧，你让个，试一下吧，你让试一下吧。那一刀捅死，那一刀捅死，我捅死。这是乱来了，你这。张永义，严肃点。这是民兵训练，跟打仗的时候一样。你咋还是杀猪的把式呢？去球吧，杀日本人要上架势，开膛破肚，我还要给他抹脖子放血嘞。张永义，现在是民兵，不是在家种地。过来。我知道想的是，想在大伙面前出个风头是吧？连续做刺杀动作500次。啥？立正，向后转，跑步走。立正，预备用枪，连续刺杀，开始。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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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你说家里就这么一个长工，你还让他当民兵去？这么多活谁干呀？早晚拿我当长工。我悄悄的吃你的饭吧，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叫驴卖了。你，东家，我回来了。嗯，我有户回来了。哎，来来来，一块儿吃一块儿吃。不嘞，我在队上吃过了。啊，东家。我先到后院铡草，完了再来收拾。今天也没干啥活，就去开会了。民兵开会是大事啊！哎，有福啊！啊，你们民兵开会都说些啥事儿啊？东家，你要问我别的事儿，我能说；可你要问我队上的事儿，我没有纪律，让保密不让说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队伍上都有纪律，都有纪律。那我去铡草了。啊，去吧。哎，哼，这新尿盆啊是端起来了。这给张友一点脸色看看。也对，要不然他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张友义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就爱串个门子跟姑娘媳妇斗斗，他这个毛病又不是现在才有的，他打起仗来还算勇敢，这咱得认吗？那倒是，这都是一个村的，谁有什么毛病谁都知道，要不是一起去打鬼子，谁会管他？可他现在是民兵，又是咱们的骨干力量，你可不对他严格要求一点，别人咋看？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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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屋睡了吗？那个老头小号英男。哎，有铺还没回来了吗？我给他留个门儿。我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！
家匹被八路抓走，你都没担心过，哈，你倒给他溜起门来了。我说你是真糊涂，还是假糊涂嘞？哎呀，瞧瞧的吧，快回去睡吧。 老傅，哎呦，咋了这是？东家，哎，没事没事，没摔着吧？你咋了？还没睡呢？哎，这不是给你留门了吧？东家该睡睡你的，回来晚了我就跳墙嘛。哦，哎，自家人这跳来跳去的跟做贼似的。当民兵是正事儿，别说是，哎，给你留门，火上还给你热着饭来。快趁热吃吧。 这是咋说的？你是东家，我是长工，这耽误了家里的活，我这心里本来就不落人。这，你对我这好，让我可咋报答呀？哎，咱爷儿俩是一家人，说啥报答不报答嘞？赶紧吃吧。哎，今天带的饭咋样？ 东家，我跟明天还是别在这好的饭了啊！我跟大家伙吃的不一样，这心里怪不得劲儿的。哎，你是咱康家的长工，那就得跟他们不一样啊！明天我给你多带些，分给他们一些，跟他们搞好团结，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啊。哦，东家，这阵子。 你咋这进步呢？我明天回到队上，要好好跟他们说说。他们对你啊，还有成见了。哎，有点成见倒也没啥，我是怕耽误了你们练兵，万一鬼子来了，那可就遭殃了。啊，不碍事儿，我们练的不行啊，还有别的村的民兵来，这一村有难，所有村子跟着一块帮忙。 可是那鬼子有汽车，跑得比兔子都快，你们的腿能跑过汽车？现叫也来不及呀！还叫啥呀？只要跑到山顶的烽火台，放一把火，见着烟，所有的民兵就都来了。这小鬼子，他的车轱辘再快，也没有我们的烟快啊！哦，这倒是个好办法。 哎，好啊，好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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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，我这儿有东家让给带的牛肉，是不是叫大家伙都吃上？来，一人尝一筷子。牛肉，啊，你这东家咋变得这革命了啊？你这张有义就是防人嘛，吃着惹你还要编排人？我东家说了，说我们民兵平常又要训练，还要站岗放哨，这辛苦得很。给大家弄点好吃的，好有劲儿打鬼子嘛。你东家是真心的。 你快别惹哄人了！我东家他真的变了。这阵子，他在家还老骂康家碧是汉奸，给他丢人了。他还说了，这鬼子上次欺负了他二儿媳妇，抢了他的东西，他也记仇，他恨日本人。
哎，偷吃的。嗯，哦，大家过来一下，我有个消息要告诉大家。哎，武队长啊，通知我们，汉家山又增援了一批鬼子，这几天有军需车要开往汉家山，这区上啊命令我们，要打掉鬼子的军需车，截断他们的增援，武装我们自己。晚上咱们开个会，好好的商量商量。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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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商量。哎，东家，今天咋没去练兵啊？晚上要开会。开会啊？你们民兵咋一天到晚老开会啊？啊，你睡会儿晌午觉，歇会儿吧。小草啊，明天再炸吧。不来。哦，东家，晚上别留门了，要夜的。哦。哎，有货啊！啊，老二家的炉灰好几天没掏了。回头你去掏掏。啊，这就去。二少奶奶。东家让我来掏炉灰，进来吧。哎，有富啊，你民兵练得咋样了？嗯，那你呢？你练得咋样了？嗯，苦不苦啊？嗯。嘿，我说有富啊，你咋除了会嗯，就不会别的啦？有富咋了？咋跟丢魂的似的吗？你笑上了，笑笑笑！
叔子，走！哎，鬼子来了，大家紧闭。 狠狠地打他们一下，提高一下我们民兵的士气。一会儿大家都听指挥，给我沉住气，啊！石头，看准了，给我一枪解决一个。 张小义，你咋是抢我的军大衣了？咋是你的军大衣了？这是我捡小鬼子扔下的。你别胡撇了，哎，这大衣是我从鬼子军车上给缴来的，刚才放在这个大石头上，这一转也成你的了。来，脱了脱了。哎，你闪一边去。来，你要是不脱，我把他撕碎了，我也不让你受用。脱了。哎，你说这话你可不要脸你。 我好歹家里有几亩地，那抢你的大意了？你个地主家混世的狗奴才！你站住！你说谁了？
你再再说一遍。我说你咋了？你个狗奴才！你再说一遍。大家都来看啊！来，你打，我今天就打死你！来，打死你！你干啥？你干啥？你脱了，脱下来！我脱还不行？我脱！哎！打架还是打鬼子？赶紧搬东西！快！出事！干啥呢？搬东西，搬东西！好了，快点！安排一下岗哨，注意鬼子的动向。行嘞，快些！有富，有义，有义，哎，来，跟我来一下。说说吧，你俩咋回事？我的一件军大衣，一转车让他给抢了去，他还骂我是奴才，他这不是欺负人啊？你不是奴才，你是个上来。那大衣是我打日本人打下的，哎，你说那大衣是你的，那你叫他答应？有义，你少说两句，一点纪律性都没有。他要是好好说，我就把大衣给他，他还整拿枪对着我，打住！为件大衣，你还想要我的命？有富，他骂你是他的不是，可是发给你枪不是对付自己人呢，你拿枪指着他，万一这枪走火了。把他给打死了，打伤了，这咋弄？那他欺负人，就是不行嘛。你们现在是民兵，不是普通老百姓，是队伍上的人，跟个婆姨似的，动不动就吵嘴。为了一件破军大衣，这伤了和气值吗？啊？我不管，反正他还要欺负我，我就是不饶他。嘿，你恨吗？你咋的？老傅，把枪给我。我不给。我再说一遍，把枪给我。啥时候想明白了，啥时候回来。我还不干。呸！给地主家个狗奴才。你也回去好好想想，缴获的东西就是自己的，那就是土匪嘛。回。咋了，有福？谁欺负你了？到底咋回事？跟叔说说。张有义，专捡软的欺负。哎呀，我就知道他们会欺负你。哎，没娘的孩子就是可怜呐。没事，没事。哎，有福啊！
听说民兵又打了一回胜仗，人家别人都往家拿东西，你咋啥都没有啊？不能提了，我倒是捡了件鬼子军大衣，让那张有义给抢了去。他揍了我一顿，我们队长还批评我，我现在是风向里的老鼠，两头子受气。哎呀，他们这是诚心欺负你嘞，我听着都生气。你可斗不过人家，那些人都是狐狸精转世，心眼朝着嘞。哎，他们都是一伙伙，专门欺负你嘞。现在呢，人就得硬气些，不能当好人。俗话说，墙倒众人推，破鼓乱人锤。人都是欺软怕硬。有福啊，以后叔替你做主啊。在这村里啊，也就我是你的亲人了，民兵们谁管你啊？以后叔多替你操点心啊。有福啊，今儿咱吃糕，赶紧去冒米面去啊。今天有福心里不快活，改天再吃糕吧。有啥不快活呀？那雇下个长工，白挣工钱了。有事儿啊？啊！呀，给我的。嗯。给我带上呗。还是新的。专门给你打的。这个也是给你的，不过有件事儿，你得帮我办。我能帮你办啥事儿？你这缺德吧你！老二家的，这件事儿只有你能帮我办成了。那要是让人知道了，咋办？哎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你我不说，谁也不会知道。武队长来了啊！施主在家吗？在呢，快进去吧。好。武队长啊，最近区里有事儿消息？晋绥日报报道了你们这次伏击战。看，号召全区的民兵向你们学习。区里头希望你们总结经验，把民兵工作开展好。吴队长，嗯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们会努力的。哎，有福啊，你咋回来了？不练兵啦？我不干了。啥？不干了？为啥不干了？不干就是不干了。
能问你话呢？是他们欺负你了，还是和他们吵架了？有福，你跟我讲讲，你是咋打鬼子的？我咋没看出来你是这勇敢的人呢？你要是告诉我啊，我给你看样宝贝。父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知道是啥吗？你晚上过来，我告诉你。人进来了，咋不关门呢？你这是糟践良家妇女，这还有没有王法？走，捆上县政府去！哎，不不不，杜家，杜家，我求你，你千万别把我送政府啊！杜家，我再也不敢了，饶了我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杜家啊！我把你当亲侄子，可你竟干下这等败坏门风的事情！康有富，你还是人不是人？我不是人。你当民兵，家里剩活也不干。我对你咋样？东家对你回来晚了，我给你留门，给你热饭，你拍拍良心问问自己，我对你咋样？啊？东家对我胜过亲生父母，东家饶命啊！饶命！饶命！你还有脸说这话？你说，
是让我一棍子在这儿把你打死，还是把你送到民兵那儿，让他们一枪把你崩了？不不不不不，东家不，饶命饶命，东家可不敢来，千万不要，东家可不敢来，不敢。哎，咱们是大户人家，这鼠草通奸，把祖宗的德都缺了，不送政府，你说咋办？只要你不把我送政府，你要咋办都行。我来世做牛做马，我报答你，东家。这话是你说的？是我说的，是我说的。那好吧，柯安也没啥事要你帮啊。东家，我求你了，你就让我给你做点啥吧，啊，东家。那好吧，我要试一试，你的心成不成？我成，成。那你听清楚了。点他做甚嘞？这你不用管，我主要是试一试你的心成不成。我成。我心里可早就有你了呀。哎，外头天那么冷，反正门又打不开，你上炕来，我跟你说说话。接到一个通知，我要连夜赶到区上，去开个紧急会议。另外，区里还通知啊，咱们村选两个民兵到区上去学习埋雷技术。回来之后再教会大家，以后咱们村的每个民兵都要学会埋地雷。咱们的任务是保卫村子。好，那就让周丑孩和李有红他们去吧。好。我在区上等他们。这段时间你们对民兵的训练要抓紧，思想工作也要跟上，不能简单化。队伍刚刚建立，严格一点有好处。村里派你们去学埋雷是件光荣的事，到了那儿都是各村的民兵带领，你们一样学好埋雷，别给咱们村丢人。放心吧，我肯定把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保证把埋雷技术学到手。雷雷。嘿嘿，雷师柱，不对，雷队长，我一定会好好学的。那等你们回来。好，师柱哥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嗯，丑孩，走。东家，
有福，昨夜里你答应我的事，记下来了。我记下来。哦，记下就好。山头啊，都别慌，先摸清楚情况再说，快点抽家伙，快！好。乖，咋回事？我也不知道咋回事。你放到上一回不知道是咋回事啊？咋搞的了？一路上连个鬼子的影子都没见着。老子做梦，这梦见打下日本人的罐头大米会餐了，搅了老子好梦。康乖乖，今天是你放哨，到底是谁点的火吗？谁放的了？说呀。我也不知道谁点的火吗？那我也得找人的嘛。没用的东西。像你这么放哨，不放也行。说个甚啊你？那我又不是马王爷长着夜眼睛，那山梁上放火那么远，那我能看清谁放的？要我说，就是你赵有义放的。呀，干事，都跟我去村口看看。走，走，先把火灭上。快去灭火。石柱子，队长，那天的事儿是我错了，是我心眼小，不该跟有意抢军大衣。刚才我已经给有意赔不是了。咋这么快就想明白了？啊？我知道，现在我是个民兵，不是普通老百姓，不能想咋地就咋地。这才对嘛！这作为一个民兵，首先要服从命令，听指挥。你说对不？我知道了。鬼子来了！快点！大家准备好，等敌人进了沟，我们就打。这是火。
都别打了，听我，别打了。咋了？这鬼子哪来的火枪啊？也是桃花庄和茂春崖的民兵看见了烽火，来支援咱们了吧？二愣，你问问。你们是谁？你们是谁呀？我们是康家寨的。刚才是谁先开的枪？我们队长被你打伤了，赶快过去看看。走。刚才是谁先开的枪？我开的。也不问是谁，怎么乱开枪？过来。切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！赵队长，这实在是对不住，我们真的不知道是自己人。你这是谁放的火呀？连个鬼子的影子都没见到。赵队长。我们也不知道这烽火台咋就着了，可能是有坏人搞破坏。是，这真是对不住。抓着那放火的，给剐了他不行。哎，这回是鬼子来了，快隐蔽吧。哎，慌个肾，你咋不接受教训呢？你们是哪儿的？桃花庄的。赵队长受伤了，哎呀，紧赶慢赶，还是来晚了。鬼子呢？亏得你来晚了，不然啊，也成我这样了。怎么，跟鬼子干上了？鬼子倒没碰上，让康家寨民兵给揍了一枪。没鬼子点圣烽火台，大半夜溜我们腿玩，还打伤了赵队长。到底是谁放的火？你们放哨也太不负责任了。这都是我的责任，实在是对不住。我们查。东家，你往后还是别再让我干那样的事儿了吗？咋了呀？伤着人了。伤着谁了呀？邻村的民兵啊。啊，这个事儿吧，再干一回。咋的？还干呢？那老二家的就白让你睡了。就一回，真的就一回。大哥，康家寨的康家娃，连拉苦修党不去过啊，是吗？是的。本当か？本当です。村として揉めています。仲間を傷つけました。よし。続けてやらせろ。康家寨民兵に邪魔しろ。手伝ってもらおうぞ。はい。这烽火台无缘无故的起火，真是够奇怪的。这么多天了，一点线索也没有。我看呀，这重点还是在康熙雪身上。可是那天晚上他没出村呢。哎，石柱子，会不会是因为天气干风又大，有些人抽烟的火星子落在草堆里就着了？你这是自己给自己吃宽心丸嘞。这个事儿咱还得查一查，不过不能追得太紧，坏人不敢露头了咱还咋查呀？哼，这里外的道理都让你康明利给说了，那就别查了。咋个别查了？这叫欲擒故纵了。
哎呀，你就别在这绕弯子了，那些词儿我也听不懂，你就直说嘛。二老，你急个什么？这又不是种庄稼，挖个坑就行。凡事得动点脑子。你把话说完。说白了，明面上好像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，暗地里咱不放松。过一阵子，坏人以为没事了，肯定会出来搞破坏。只要坏人一露头，咱就能查到根。就按明理说的办。这事是个教训，我们大家都要记住。以后可不能再让坏人钻了空子。石头哥，这是区里奖励我们的地雷，让我们俩尽快把这个埋雷技术教会给大家。让你们两个去学地雷，还能让你们把埋雷技术藏在肚子里啊？咱们先从民兵开始，争取把全村的人都给教会。任务很重啊！啊，哎，明天我就把民兵召集起来，你们两个给说说。好啊。咋了？烽火台上的火又着了，民兵正在帮乡亲们往西山上转移呢。来来来，快上山跑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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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快点走，快点快点快点。石柱子，石柱子，没事了啊，没事了，赶紧跟乡亲们说，别动了，没事了。哎，咋回事嘛？今天张友义放哨，转身撒泡尿的功夫，烽火就着了，扑都扑不灭，放火的人早都没影了。桃花寨和望春崖的民兵都赶过来了，我把情报跟人说了，都回去了。人意见大得很，石柱子，我看这个事儿，肯定是有人搞破坏了。他娘的，让老子逮着，老子剁了他个狗日的！没事儿，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大家放心吧，鬼子没来，回吧。我来叫我们出来干什么？哪回？乡亲们，乡亲们，今天这个事儿啊，我们有责任，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的，肯定是有人搞破坏。咱们先回去吧，回吧，先回吧啊！会告诉你们。石柱子，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坏人找出来，要不咱康家寨可不得安生啊！哎呀，真是缺德坑人呀！这种人，迟早会叫天打五雷轰。老天爷也不长眼了，咱们老百姓活得已经不容易了。有本事跟鬼子干，拿百姓看手续来，抓住一枪毙了算了。哎呀，回吧回吧，啊，乡亲们，都回吧，啊，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的。回吧，回吧，回吧。他爹呀、啊，他爹，民兵要出事儿了，出大事儿了，那村里都嚷嚷遍了。我跟你说啊，真是恶人有恶报的。你说，还真有人敢跟民兵闹捣乱的啊？那得帮群鬼去闹，去闹啊！好戏还在后头嘞。哎呀，你瞎吵吵个什么？谁是恶人啊？让人听见成什么话了？回屋去，回屋去。可咋了嘛？咱自个家还不能说句话嘞？哎呀，回个！看来，咱们跟别的村民兵联络的信号已经被坏人利用了。这要是真遇见事儿，可就麻烦了。
故意跟咱捣乱了，有本事他站出来，躲在后面算胜。柱子，要不咱们把联络信号换了吧？这联络信号好换，可是问题出在哪儿，咱还得查呀。总得给乡亲们有个交代嘞。那咋闹？这样，明天我通知大家，就说联络信号已经不用了，但其实不变。这个事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。这过不了几天，就会有人急着跳出来，想知道新的联络方式。咱们再顺藤摸瓜，把他给揪出来。谁呀？是我，找有富。东家，咋了？哎呀，你这日子过得美了吧？啊，这还有啥说嘞？我下辈子就是当牛做马，也得报答东家。哎呀，不用你当牛做马，宽宽的把心放到肚子里吧。不要谁对你好都往外掏，吃里扒外可是不行啊。真的要有什么动静，我肯定第一个跟你说。昨天村里发生的事，大家都知道了，肯定是有人捣乱。这说明，敌人一直没放过我们康家寨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和各村的联络信号就不用了。新的联络方式，我这两天再通知大家。好，下面我们说说这地雷的事儿。有红和丑孩从区里边学回来了，从今天起，他就是咱们的地雷教官。啊，这地雷就是咱养的，这不就是铁球球吗？行，火的离得远点啊，火的离。哎，快搅啊搅啊，这不是这是拉开，拉不得。这地雷炸的威力大着呢。周教官，我看你是茶壶里煮饺子。肚里有数，嘴上说不出来，还是让李教官说吧。什么教官不教官，还是叫我永红吧。那好，我就把我肚子里知道的都告诉你们。说，你看啊，这地雷肚子里是炸药，嘴上按下爆发管，地上挖一个方坑，把地雷埋下以后，在上面垫上垫板子。再把爆发管上的火药啊连在垫板子上，哎，上面可什么都看不出来，跟平地一样，那敌人一踩就炸。还有一种方法，就是先把地雷埋好，再把火线捆在一根很长的绳子上，你就拽着这根绳，你先躲起来，你先藏起来，等着敌人走进地雷区，你就这么一拉，呱，全部都消灭了，真的。我觉得还是没有使枪得劲呢。你想啊，那有枪可以见了鬼子就打，只要瞄准了，哪一个鬼子也跑不了。就是，是了。我觉得石头说的有道理。你说要是鬼子不到咱雷区来，也不往这铁蛋蛋上踩，那咱不是死等了？是了吧？哎，所以我说。现在咱们最重要的就是咋着让鬼子往这上面踩，把他引到咱的雷区里来。对，哪能成嘞？还是枪管用，枪打得准，见了小鬼子一枪一个。你拿这么个铁蛋蛋，你让那日本人往上踩，他就往上踩嘞。刘烨，现在说的是地雷的事，老提枪干啥？你枪打得准啊？你看明里说的很对吗？我们现在关键
是得把敌人引过来，这样地雷才能发挥作用。啊，石柱哥，其实有意这种想法啊，也没什么奇怪的。那我跟丑孩在区上学习的时候，那很多人他都是这么想的，都觉得这个地雷啊没有那个枪杆子威力大。那后来脑子自己都转了。咱们民兵啊是保卫村民，咱们就得多埋地雷，敌人一来就炸，那比你那一两杆的步枪厉害多了。你是意思？哎呀，关键是要埋得好，伪装得好，那样敌人不就看不出来了？我跟你们说，这个地雷的威力可大着呢。那我跟丑孩在区上我都看见了，那他们试验了，我看那一炸一大片，那么大一块石头块子都给炸碎了。哎，没想到啊，永红哥，哎，这回从区里回来变化不小嘛，哎，连瞌睡虫的毛病都没有了。你说甚呢？我在这教学地雷呢，你这什么瞌睡虫？你怎么变得跟张友义一样？你胡撇个甚？还以为在家种地呢？我看永红说的很对嘛，这有些时候地雷确实是比枪管用，关键是我们怎么使用它。我不仅希望每个民兵都会用，咱们全村的人都要会使用，只要家家户户都埋雷，这敌人来了就讨不到半点便宜。让鬼子和汉奸都知道，我们康家寨的厉害。对，是的，厉害。你整天在家干活，把民兵的事儿都耽误下了。雷队长，正在调查山上放火的事儿呢。调查个甚？遇见咱。他就是捉鬼遇见鬼祖宗了，他能有甚好办法？跟着叔亏不了你，我正想着给你说上个媳妇来。少奶奶，永父，这几天都在忙些啥呢？没忙啥。千万不要做伤天害理的事，那会遭报应的。我没有。永父，我炕火都灭了，啥也不管，想冻死我？还不给我借来生火？最近区里得到消息，鬼子正调集兵力，对整个的吕梁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。现在斗争很复杂，汉奸特务蠢蠢欲动，甘当日本人的走狗。眼瞅着就要过年了，所以千万不要放松警惕。区里指示，要做好坚壁清野。这个工作牵扯到家家户户，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，所以你们要把困难想得再多一些。好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努力的。